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果然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，六一八星动业重磅官宣明星嘉宾阵容，任嘉伦、陈小云、黄景瑜、迪丽热巴、王俊凯、宋祖儿、马天宇、欧阳娜娜、周笔畅、赵露思、娜扎等众多明星倾情加盟，众多网友和粉丝开心不已。终于等到了六一八星动业明星嘉宾阵容官宣，终于能看到想念已久的节目了。嘉宾阵容简直不要太强大，任嘉伦、陈小云、黄景瑜、迪丽热巴、王俊凯、宋祖儿、马天宇、欧阳娜娜、周笔畅、赵露思、娜扎、周也、翟潇闻、杨迪等众多明星齐聚一堂，众星云集，群星荟萃，星光熠熠，看点满满，是谁已经开始狠狠期待节目了？是我，是我，还是我？望穿秋水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一切美好都将如约而至。众多明星惊喜现身，任嘉伦、陈小云、黄景瑜、迪丽热巴、王俊凯、宋祖儿、赵露思、周也、丁禹兮、赵小棠、陈卓璇吸引了众多网友和粉丝的目光。小编惊喜地发现，六一八星动业明星嘉宾阵容里还有龚俊、李沁、马天宇、Papi酱、沙溢、苏翊鸣、孙怡、唐艺昕、唐毅、王菲菲、吴谨言、萧敬腾、徐璐、杨迪、翟潇闻、张新成、张雨曦等众多明星嘉宾的身影。咱就是说，这个阵容也太强大了吧，又能看到帅哥美女的表演了，期待值已经拉满了。心心念念的六一八星动业终于等到嘉宾全阵容官宣了，看到这一次的嘉宾阵容的时候，简直就是让人发出了尖叫声了。不出所料，任嘉伦也在其中，这不是我的 DNA 动了。任嘉伦因精湛的演技和飒爽的英姿在剧中有突出的表现，过关斩将，成为全能实力派男神。任嘉伦与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，与陈小云领衔主演的蓝焰突击等影视剧相继热播，迅速成为关注度、讨论度、好评度均领跑同档期的热门作品，广受观众喜爱。如今六一八星动业重磅官宣明星嘉宾阵容，任嘉伦与迪丽热巴、陈小云、黄景瑜、王俊凯、宋祖儿、马天宇、欧阳娜娜、周笔畅、赵露思、娜扎等众多明星倾情加盟六一八星动业，如此阵容，梦幻联动，更是让众多网友和粉丝的期待值爆棚。没错，这真的是超级阵容啊！迪丽热巴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开心和快乐，她是一个非常带感的女孩，相信这一次会有更好的表现。众多网友和粉丝已经狂喜不已了。是啊，迪丽热巴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感觉她一举一动都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，相信这样的漂亮姐姐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吧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起来吧。对对对，在炎热的夏天，在忙碌的购物街，也无法阻挡我磕 CP 看明星的快乐。这波六一八星动业官宣嘉宾全阵容，我真的是爱了，有那么多的帅哥美女，而且还有陈小云、黄景瑜、龚俊、王俊凯、宋祖儿、赵露思、周也、丁禹兮、赵小棠、陈卓璇，这谁可以顶得住呀？咱就是说，就这个阵容还有谁能够拒绝得了啊？看来这次我真的一秒眼睛都移不开了。是啊，非常期待陈小云、赵露思给我们带来的惊喜，像这样的美女谁能不爱呢？瞧好吧，一起等住看他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吧。毋庸置疑，六一八星动业注定是不平凡的，咱就是说，光看这个阵容已经让人望眼欲穿了，更有黄景瑜、龚俊、王俊凯的精彩舞台表现，相信这一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六一八星动业重磅官宣明星嘉宾阵容，任嘉伦、陈小云、黄景瑜、迪丽热巴、王俊凯、宋祖儿、赵露思、龚俊、马天宇、欧阳娜娜、周笔畅、娜扎等众多明星倾情加盟，你期待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